般关心我的不幸，怎可能这天平里多与少是绝不平等，是这么残忍。而这两手风尘，辛辛苦苦的摸索那一份安全感，最后往往只得到装饰品，又怎么甘心？然而一生如果无悲无喜经过，想从此无惊无喜一个，谁还在痛苦中满足过，终得不到所想结果，都不枉试过想过。我对他关怀，想因此一生都对他依赖，怎可能他可能宁愿承受另外的情感，别这么惨。会改变我。